常没有在下厨、不会做饭的人，今天也可以跟着阿灿师一起来学做年菜、做大菜。说不定我在这里这个拜师学艺之后，也可以办出一桌好菜。今年是先牛刀小试，等到明年过年的时候就办一桌这个丰富的年菜来请大家吃。什么？我们的港湖女神要从唱跳歌手转战厨艺界了吗？我说高委员啊，你要确定呢。哎，王先生，然后要搅一搅吗？哎，对。好了没有？好吗？这样算好。要把它搅散吗？哇，这油翻得很大哎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可以的。好，然后现在放下去了吗？放下去。啊！才第一个步骤，把白菜放下锅炒而已，就尖叫像是发生命案一样。委员啊，要求哦，看一下啊，不要烫到手，不要太用力哦。会烫到手吗？你太用力。好重哦，没有办法哎，这真的超重了，不要随便这样子嘛。连阿灿师妈跨不了，只好接手来快速翻炒，最后再让高嘉瑜完成这道经典年菜北菜喽。有小碗吗？这边吗？已经闻到香气了，好香，我肚子饿了。我没有啊，但是我也是厨神啊。哎，超好喝的，我的天哪！我会不会太咸？不会，我觉得刚刚好，刚刚好很好喝。我觉得果然有大厨在就是不一样。如果我自己一定是做不出来，但是今天有阿灿师在之后，连我都可以变成厨神了。所以化不可能为可能。从港湖女神摇身一变变成港湖女厨神，高嘉瑜校葵要大家快点来预约，否则港湖好媳妇这档期可是很满的。在家贤惠，外出唱歌。你也可以边煮边唱啊！真的吗？对呀、啊。哇，那这个菜会更好吃哦。对啊。你要煮这个菜唱孤勇者吗？我这卡丢里心。啊、对了，心会开，那秋春风对面唱，他叫你心会开，我的心会开，那秋里茫茫，花明暗暗。好，刚教错歌了，教这首阿灿师的唱。明暗暗的啦，明暗暗哦，太好听了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